同台为我传情赴天呢。你与同手似血之前，你同是佛祖宇宙本是其实，你同繁华龙火火火火火火。主播一大相丁总，各位网友您细听，今天不把别的标给您说一说高峰，说高峰到高峰，德云社里说相声，手起脚头有作用，老郭非常的器重。老郭另眼来相看，不遗余力的推荐，诚心诚意来相邀，德云社内地位高，德云社内有地位，让人难忘其相背，具体缘由为哪般，听我给您说一番。话说2005年，老郭已经不平凡，成名不久，郭德纲相声专场在家乡，天津相声的专场重要演出有影响，老郭头天来报道，其他演员二天到。只因高速大雾峰，演员很难离北京，到处都是雾茫茫，想要出行抽断场，眼看时间很紧迫，无可奈何坐火车，此时所有演职员已经堵在了五环。眼看专场要开始，捧哏在哪还不知，老郭不再去犹豫，找到高峰来救济，找到高峰来救场，不料一炮就打响，事情来龙和去脉听我给您摆一摆。两人并不很熟悉，首次合作来演绎，首次合作说相声，第一次有点小陌生，高峰及时来补位，老郭感动得流泪。这场演出有意义，印象深刻难忘记，当年老郭进北京，发誓一定要成功，功成名就回家乡，相声祖师来增光。这次回家乡演出一定成功不能输，父老乡亲的面前，相声演砸全都完，演砸丢人和现眼，今后很难再发展。高峰及时来救场，有着深远的影响，起着很大的作用，起到很大决定性，如果没有高峰来，专场晚会咋安排？这次救场印象深，老郭高峰成知音，高峰加入德云社，地位高的没几个，老郭另眼来相看，两人深厚交情见。事情过去这么多年，高峰已成名演员，人称德云社教主，培养学生很辛苦，德云社的总教头除了老郭他最牛。高峰中流合砥柱，为人低调少关注，拥有扎实基本功，表演相声很传统，虽然不是非常红，说学都唱样样行，希望多多登舞台，要让观众乐开怀，那个乐开怀。百万年三次在国内唱绝，和牧羊写一首浪费电工艺之歌，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苦花组合，为他们量身制作月亮之上花遍全国，听歌曲的走火红雀与苦花签约，苦火死不活一改名凤凰传说，因苦爱问传奇被别人一语打破，改名成凤凰传奇后在央视情歌赛上一战可红，引领花台紧张被评上第三等奖，可是有俗话说是镜子总会发光，在星光大道上再度唱月亮之上，荣获的年度亚军冲进乐坛势不可挡，身躯冠民族风有时间以后再讲，在成团10周年首先把祝福送上，我们到第二期又要把什么来讲，请大家拭目以待，感谢